郭雪芙设防 N 次跳针，让自己有社交障碍。我真的觉得现在觉悟了就是。可是少女组合经纪人 Elsa 的排挤事件却是越演越烈。事件爆发后两天，郭雪芙很勇敢的出席活动，却是将脸回应。对比礼拜三的时候，好像今天眼睛比较没有那么肿。真的吗？那天眼睛很肿，那天眼睛很肿，没有睡好。是有哭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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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天其实走出去的时候就觉得，天啊，好多人哦。其实自己心里压力蛮大，因为其实已经想好自己要说什么，但是。面对这样的场面，我还是会紧张。雪芙说当天太紧张了啦，实在无力招架这么多媒体。只是今天面对媒体还是疯狂跳针呢、啊、雪芙，你有跟你前男友聊？有，我有跟你前男友聊过。那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，我有传讯息。就是还是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好的。你想要合体吗？我想要合体啊，就是合体不合体我觉得都很好，三个人一起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，那各自做什么事情我也希望都是好的。这样讲话是不是有点怪怪？哎呦，雪芙坦诚团体活动这么久，自己个性比较孤僻，似乎是不善于表达，哎，有社交障碍。我真的是有一些对啦，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也不太会表达或是什么，但是我还是对啊，希望就是都好。就是那句话怎么讲？合体单飞还是什么？单飞不单飞？一般说单飞。对不起，单飞不单飞。